各位小嘎嘎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嘎嘎自玩酱。今天咱们来玩这个相当那啥的锻炼智商的这个游戏啊，叫这个赤潮智走棋呀。这个游戏可真是纯智商游戏，排兵布阵啊。你看你自个平时都是那啥，玩和平精英啊，这个战术方方面面的没毛病，就是有的时候技术不行，然后还输的，技术不行还输的，知道不？你要论战术这块方方面面的，真没服过谁。代我向鹰眼公爵问好。来吧，小伙子，给他穿戴上。就这个前期是打小野怪啊。你看我怎么虐他们的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人啊，一局是八个人对战，看最后谁能吃鸡。你自个这个是下棋啊，就像有点像下棋似的，不但要考虑这个兵种的搭配，还要考虑这个布局方位啊，这也是很牛叉可拉的啊！哎，来了一个三星兵，来步兵。上，我来搞定。再来铁狗吧。哟哟，我操呗！技能伤害，这是技能伤害，承认，承认好啊！这个承认直接给咱那个小步兵，二星步兵装上。赤鳞甲，赤鳞甲这玩意儿，给这个，给前排装上啊！看看，我去，牛叉可拉直，又来俩步兵，给他卖了，上小步兵。不对，好像不行，得上他。嘿。这对上玩家了，必须得狠一点啊！玩家是那啥，咱们我尽量保持一局也不败的战绩啊！他们废了，啥也不是，看啥也不是啊！哈哈的啊，哈哈干掉！嘿，你自个这排兵布阵方面，这方方面面，就这个游戏它就是纯练智商啊，就智商低的人玩不了的。来吧，来吧，小伙子，让我来保护你。来吧，小伙子，来吧，来吧。不死鸟卖了，两个二星兵了，我现在，他们拿什么和我斗？我去，对面是什么？这俩，我去，刀奴、刺客，没有用啊，没有用。哎呦我去，我去。这要完犊子似的，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危险呐！我的天呐，危险呐！差点凉凉，挺危险啊！不行，我得考虑一下啊。狙待我向鹰击眼来公爵问吧，好，空战小王他上，给他下，不行，升级啊！给他上。哎，给他上，凑齐四个步兵啊！凑齐四步兵，让他们嘚瑟跟我俩，这回就轻松加一块了啊！啥也不是了，彻底啥也不是了啊！哗哗的干掉他们七滴血！啦啦啦啦啦！我好开心呐，这小阵容。小阵容至上啊，又来个步兵。小阵容一至上，他们拿什么和我斗？拿什么跟我斗？换下来，换上去啊！嘿，凑齐四步兵三狙击了啊！这个搭配兵种搭配非常重要啊，你必须得搭配好了。你看着，你看着，拿什么和我斗？
完事儿。永远不会想要再回到马尔代克。完事儿了，还狙击了佩奇几个？佩奇六狙击啊！弄死你！又来步兵了，哎，又来步兵了啊！哎呀，啥也不是啊！给他。他们现在就啥也不是了啊，我就各种玩虐他们，各种小虐待就完了。喝口水儿。没法和我玩儿啊，我装备调整一下，装备给这大盾兵放。看我一滴血没掉，他们全掉血了，这就是实力的证明啊！这就是智商，就你自个为啥叫自个叫自玩将呢？那就是智商相当高的意思。来吧，他们全都得废，全废。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之处啊，这你看你看，你看你看怎么和我斗，怎么和我斗，摧枯拉朽啊，摧枯拉朽。全是小嘎嘎，全是小嘎嘎，我一会儿虐死他们啊。就是说大家有会玩这游戏的啊，你看我这阵容相当牛叉可拉似的，这就是无敌的存在呀。你看吧，这相当无敌了。来一个，再上一个，上个军医啊，加血的。啥也不是啊，啥也不是啊，这是什么攻击速度 10% 的吸血，给他，他 10% 的吸血，来吧，又一个二星的。无法释放技能了，就他们这真是根本打不过我，这啥阵容啊，我去，这是啥，我操，斗战胜佛，我去，行啊，这小子弄着这黄兵了啊，这黄兵相当狠，但是没用，你不如咱兵种搭配合理，这玩意儿并不是说你兵越厉害越好，你得是合理搭配，然后合理的布局才能赢啊。来吧小伙子，去三星，三星兵我都出来了，拿什么和我斗，拿什么和我斗，上前头去，二星的给他来一个，哎怎么回事，给他上上，拿什么和我斗？我说三星兵都有了，是无敌了，彻底无敌了啊！我就随随便便吊锤他们，对吧？哎，我就从来没这么豪横过，就玩和平精英啥的，就没这么豪横过，就哪回战术都提心吊胆，就玩这个相当有自信了啊！因为这个就是考验智商的游戏，你自个这别的不敢说，技术肯定不是最厉害的。智商这块方方面面排兵布阵没服过谁，你看着吧。再来一发猛禽法术爆破，没啥玩呢，俩猛禽加上没用，没有用，不要猛禽，估计这把都打不到十级，他们就全都得砸。
你看着，你看着，突啊突突突突突的啊，突突，全废。咱这还有34的锦旗，他们这钱都花的差不多了，我这一滴血没掉，一把没输，哎呀，真闹心呐，郁闷呐，我太强了，刷一下，来个军医，刷一下，我刷一下，又来步兵，好，就六个兵。他会儿也六个，没有事儿，全是一级兵上的，啥也不是。哎呦我去，这兵啥玩意儿令啊？就跟我没法比啊！看瞬间哗哗全干掉，全干到，全干掉。20多秒，你看他们打的多费劲，我这还有十多秒得等他们。哎呀，真没意思。咱们现在讲解一下阵容啊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哎呀妈呀！哎呦我去去去！哎呀妈呀！哎呦我去去！行，就这样吧，先阵容不变吧。现在咱们是五个步兵啊，然后三个狙击，咱们要凑齐六个狙击，六步兵，六个狙击，六步兵。不知道能不能凑齐呀，尽量凑呗，对不呀？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呀呀，这装备这个得给雷震子带啊，这个加增加技能伤害，技能伤害给他带。给他带，他俩了，雷震子又来了，他俩了，他俩的话不行，他俩的话就给他带一个，啊，哎呀，他也俩了，给他带一个吧，给他带呀，这装备分配要合理。给谁不给谁啊、哦？谁用这讲究可多了。你看，只要合理搭配，他们完全不是对手。现在我兵种还没凑齐呢，一会儿凑齐了，他们更完犊子。我还可以凑齐两个辅助啊，友军加30%的技能防御。但是俩辅助这个得选黄兵啊，最牛叉 class 的。看看，又来个步兵，我加升级我雷震子上吧，小雷震子凑齐四个狙击了，还差俩狙击，不着急，现在就是稳胜，他们马上要嘎嘎了，最后一名剩21滴血了。遇着我估计他就完犊子，这也不是对手啊，啥玩意儿呢，哎妈，哎呦去，哎呦去，这大金箍棒啊没有用，你再整的没用，干掉他13滴血。看这我这等他们等多半天呢，来吧步兵上2星，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，是啥没有啥好兵种啊，哎哎，雷战子2星能气眼摸啊，气眼摸啊，我这钱太多了，去投弹步兵来了，雷战子下来吧，呀凑齐六步兵了，这会儿啊，这回彻底无敌了，下把就真的，我就觉得星比他们少，好能赢他们。六步兵凑齐，
然后这个给他穿上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这不完了吗他们。哎呀完了他们。给他上，给他下去。这行呢，这个布局啊。这布局。你这兵什么摆放啥的也很有讲究啊。现在咱六步兵我凑齐了，看着没。敌军减12护甲，普攻时造成额外伤能量 200% 的伤，去造成敌方当前能量，哎呦我去，这太猛了啊！他们现在连我一个兵都杀不了，我这前排都全二星，多肉啊！我去，这后排就这一个一星的啊，剩下也全二星，这都三星了，拿啥跟我玩？跟我玩不了啊！他们怎么这个要死了？注意，要嘎嘎了，有一个。他们怕是入伙吧？升一级，给大蝙蝠上上。咔咔的干呗，这轻松拿下啊！这雪人，原力药剂，才能让他们闭嘴。生命低于50%，并增加增加伤害啊！给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给他吧。这个原力药剂给这军医穿上。临死前放个大，给大伙一起加血，这是非常 happy 的一件事。我现在都八级了，他们最高的也才八。哎呀，死了一个了，已经嘎嘎了一个了，这根本跟我没法打。谁看一个也打不死，我一个兵都打不死。哎，这就是实力呀、啊，在完全实力的碾压之下，任何什么乱码七招都是没有用的，知道不？又要嘎嘎了，谁遇着我谁倒霉了。来吧，我是真的懒得再生兵了，就认地，就这个阵容不用买兵啥的，就完美虐他。那个排到第一不高兴，也要嘎嘎了，就剩五滴血了。还有过分热情，要遇着我立马秒他。啊，这个他那啥瞄不了，他剩29滴血呢，这样干掉的17滴血，还剩4滴了。这个寻找同样的人就剩4滴血了。逍遥的一只猫也剩12滴，全再来3回合吧，顶多全都拿下。顶多还能他们还能坚持3个回合。毁灭，然后重铸。完事了，打不到最后了，就这阵容，就是打那种打巅峰赛都可以啊，都非常厉害，基本还是海沙尔能打过我。你看这摧枯拉朽的，看直接秒杀，拜拜了。又送走一个小嘎嘎，反正他们谁遇着我谁倒霉。
现在我每回合估计都能送走一个，除了这29滴血的之外。哎呦我去，玄龟，玄龟来啦！玄龟来啦！玄龟得要加加加加加加加，小龟上，咔嚓俩灵能者，咔俩灵能者，然后俩护卫，小龟反甲给小龟吧，这小龟是黄色的啊、哦。这玄龟是黄色的，是最高级别的这个。我去去，完事儿完事儿，又秒杀了，逍遥一只喵，直接被我秒杀。现在的阵容基本上无敌了，但是还差两个狙击，知道不？一会儿把小龟换下去，再来狙击的话就妥了，彻底牛叉可辣着了。但是狙击想凑齐六个也有点难。就是说没有那么完美的东西，哪有说人世间哪有那么多完美，估计他们都熬不这个过分热情都熬不过这关了，熬不过野怪这关了，废废了。这野怪其实挺厉害呀，挺难打的。我去，这什么？释放技能号加60%，100%。这都没啥用了，我其实要不要都行。给他吧，随便穿了，没啥用了。再有一回合，他俩全死。他俩还相间和太极，还升级呢，这钱哇哇花，我还有109金币，我都不惜花了，根本没法跟我打，他们直接秒杀，完事送走。哎，没送走他呢，哎呀还活着呢，算他点阵得了，我就不升级了，就这阵容直接打死他们得了。他俩这哥俩还能坚持最后一回合，没啥意思，最后一回合他也拜拜吧，都拜拜吧，他一个兵都打不死我呀，完事送走，完事吃鸡了，咱是不吃鸡了，排第一，看着没？